上一期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缺德的教程，那今天大家做一个好玩的，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怎么用电脑造字，就造字的人还查不出来那个字。比如说，就是把“歪哥”两个字结合一下，用“歪哥”的“歪”和“哥”的这个偏旁，也就是这个“钱”，给组成一个字，这个字字量是差不多的。现在以文氏系统为例，现在打开开始菜单，然后选择控制面板，这个在右上角这框里再打个字就可以，文字的字。好，打开之后选这个专用字符编辑程序，打开之后呢，我们随便点一个空白处，点个空白处，点这个六，点个确定。看我现在是 Win10 系统，如果说你是 Win7 的话，打开方式和这个不同。 Win7 的话，你应该点开始菜单，然后点所有程序，然后点附件，然后是系统工具，然后在里面有一个专用字符编辑程序，点开之后页面就和这个一样了。我们在这个字符集里面，这地方选择下边这个，选完之后呢，我们直接点这个窗口，点个参照。下面我们选参考的那个字先打上去，先比如说歪哥的歪，先打上歪，点个确定。这样呢，我们选择这边这个空心矩形，点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歪给框起来。然后长按鼠标左键把它拖在边来，好，拖过来了，然后把它弄扁一点，因为它是字的一半嘛，不能太大。好，它弄出来了，然后再打这个参照，再把咱取的这个打上去。其实这个打钱更好，我们打个呢，就是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橡皮什么的怎么用。我们先弄过了这个。弄了之后，我们用橡皮擦一下。好，差不多了吧？这个稀奇古怪的字就这样了。我们点击左上角的这个编辑，然后点击保存字符，然后再点一下编辑，再点复制字符。我们把这个代码，一个大写的“一”，按三个零，零零零，然后选择这个词语印出来了。现在你可以把它复制下来，找个地方去粘贴了。我们粘贴一下，看一下。记事本粘贴，好，这个字已经出来了，稀奇古怪的字啊。如果你想获取这个啊，算了，这钱没什么获取的，但是按语不能少，这期还有按语，回复按语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关注歪哥三三微信公众号，小小小米的山东红包也发送本期按语，是谁听这个逗号遗忘了寂寞，记住中间有个逗号，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好，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